根据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调查结果显示，幼儿园大班生小一、小一生小二及小六生七年级暑假是儿童发生近视的三大高峰。联谊中心院区眼科主任蔡宜伦表示，从幼儿时期具有远视储备量，随着生长发育，眼轴变成正常而慢慢长成正视眼，建议国小低年级仍应掌握100度远视度数，而国小中高年级至少要有50度以上的远视度数。那我们知道，儿童的眼球的发育到近视有三部曲。第一个，我们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的眼球是比较短的，所以它是呈现的是远视的现象。那逐渐发育长大，到了14岁的时候，它会发育成正常的眼球大小，然后是正视，是没有度数的。那如果在不小心的过度使用的话，它就会产生眼球拉长，会有近视，发生近视的危险性。所以远视储备在孩子在小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远视的。那远视储备的意思就是在孩子远视度数用完以前是不会得到近视的。那如果是这个远视的储备过少或者是过早用完的话，都会增加近视的危险。那我们建议在国小低年级掌握到100度的远视，那中高年级如果能够保留50度的远视，这样的情况会比较好一些。除了平时多安排户外活动，维持护眼习惯，掌握孩子的远视储备量，也呼吁家长善用国小学童高度近视防治服务，由专业医师进行检查及评估，完成检查后还能参加抽奖活动。台北市学童高度近视防治服务在今年特别新增了一个学龄前儿童的筛检，那如果筛检有异常的儿童的话，会到眼科复检，那会做散瞳前、散瞳后的验光，还有裸视视力、最佳矫正视力、CC灯检查以及斜视跟立体感的检测。那为什么要散瞳后验光呢？好，那我们知道这个眼球正常的时候，我们看远视不需要用到调节眼。那把物体移近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焦点会落在眼球的后方，因此我们必须要用到我们的调节力，让那个焦点落到视网上，我们才可以看清楚的物体。那这个时候的话，因为睫状肌会收缩，在我们眼球里面的一个睫状肌它会收缩啊，那会让我们的这个水晶体膨胀，这个水晶体会膨胀，那屈光度就会变高。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做验光检查的话，它会呈现到一个近视的情况，所以这个是如果眼球放松以后它是会消除的，那这个称作假性近视。那如果这个维持这个情况长期以来都是调节力很用力的情况之下没有办法解除的话，那之后它会造成的眼球的拉长就会产生了近视，真性的近视。那我们护眼方案的部分就有分三项，第一项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新生早鸟抽，这个是针对我们国小一年级的一个小朋友来进行的一个奖励。那另外还有就是检查双月抽，那这个部分是针对我们2到6年级的一个小朋友。那另外最后有一个分享加码抽的一个部分，那这是针对已经检查完的一个家长，他也可以分享亲子护眼的一个密集的一个活动，那这个部分我们都有一些相关的奖励。另外卫生局也举办国小学童与幼儿视力保健绘画甄选活动，邀请家长与孩子一起拿起画笔找出护眼密码，画出护眼好伙伴。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